风尘泌尿学会关心您。这个是讲兴趣的，因为这就是我像学大遐讲哦，这拢爱开钱的。公司的开钱哦，叫房价开钱，其实一般我是无介，我个人是无啥愿意啦吼。因为这公司的根本也有人存哦，除非你真正有需要哦。啊，因为做这药啊，其实目前根本拢无出像选举进程有人咧讲啊，免疫治疗哦，讲要伫根本有出，啊，听讲是治黑色素细胞癌的屁股啦吼。结果你看到今仔25号啊。啊，无效用，无效用，因为这一个药啊，一个月啊20万哦，这实在是，做者其实做药啊做无多哦，啊，这开发的其实会当去降价，问题是爱看健保会当甲你争取咧福利无，看会当一个月甲减过。啊，问题是这药啊做红，万一是你呐今年的诺贝尔奖哦，你来看简单的六个，今年诺贝尔奖都要伫遮吼，两个学者拢是。开发这些免疫治疗的，所以你看不专对对这胃教程哦，以细菌嘛同款哦，也是用咧讲免疫治疗吼。哦，这头前我都不算需要讲，因为本来是准备两个啦吼。啊，这第四期就是拢安尼拖出去，咱知影讲其实拖出去吼做无好啦吼。问题是头前药啊健保有甲你出，好，啊，咱们当然是标榜免疫吼。标榜你看，这图咧其实是咱无甲免疫写做伙，原是免疫是这两档的代志吼，这两档我们才有这药啊吼。所以，咱拢知影讲，其实化疗无效吼，放疗化疗讲的嘛无效吼。标榜咧，化疗讲的有TKI 跟 MTO 这两行拢袂歹，啊问题是健保拢有出。然后，所以当然是有出的时阵咧，咱就开始看这吼。其实伫进前吼。我标靶的年代吼，老医生拢买，老医生诶，哪里治疗有几个没传出去诶吼，拢会甲你空声讲啊，这吼，这带伊甲你治疗，因为这治疗内底做艰苦，啊那艰苦咧，注瓜什么介白素啦吼，干扰素啊，啊伊注这就是啊，提升你免疫力啊，啊提升免疫力，让你癌细胞吼，以你免疫力提升吼，你得当互咧消灭癌细胞，其实治有几个吼。这肾脏癌这个部分哦，其实是这是老药啊，就是讲以前本来就这个好，药啊咧用，啊根本冇出哦。问题是，你若甲别人安尼风声哦，随着走了了，走了了，走去食中药哦，还是走去看别医生。啊，问题是医生其实开的嘛是这个，问题是伊就袂甲你讲，啊，不过有人做老师就甲你讲，啊，这断药啊断药呢，因为断药吼，助这些哦。做这些也开始发烧，因为介白素跟这个干扰素拢会把你发烧，发烧到几度？40度，发烧到40度，其实阮段姨嘛，别人安尼，我也是来讲，段姨也住下来发烧，发烧40度，问题是你若袂食，阮弟弟即几天会住，差不多住5天，住5天，互你甲你发烧，发烧若烧了，就阮会开牛奶糖安尼互你食。问题是病人也是有人国不离三焦，也是伫来治疗，伊无好个药也是。啊，即马当然是有标靶，当然即马就做出甲病人用上药啦吼。有虽然健保有出啦，当然你会晓对这药就知讲，药剂量吼对免疫治疗是有效个，只不过是药啊这是老式个、旧式个免疫治疗，就是注射下，互你个家己免疫力提升。啊，即马新个免疫治疗吼是安怎呢？即马新个免疫治疗就一罐药啊。就那像药品同款吼，伊甲你注射，注落去以后咧，伊嘛是提升你免疫力。啊，只不过是发烧的机会，像我下头讲的发烧到40度的机会太少吼，嘛足少吼。当然有两种，一种叫做 CTLA4 的抗体吼，这这副作用较侪小款吼。一个是 PD-1 的抗体，这副作用较少，这较侪。问题是这两种加起来吼，目前看起来加起来效果袂歹。啊，加起来效果袂歹，啊，拄仔就蔡主任问我讲，啊，你有病人咧用无？歹势，我目前敢若一个病人要开始用尔吼。原因是，最就是安尼，你家己目前健保有健保药先出，你绝对先叫病人先用健保，个人先用自费的吼。然后，这个物件是安做这个，就是讲吼，伊这两个药啊吼，做者感情拢有效，毋是敢若药剂量、治气量、治尿。
伫戏剧有效吼，啊，伫各其他像歌剧嘛有效，所以做者这若朋友诶，若迄个小团诶，啥咧陪着讲，这若叫人情吼，你若注意，这着可能效果袂歹，当然看人。咱诶卡通图就是安尼吼，就是讲啊，我开始我就是互伊提升免疫力吼，用家己诶免疫力去攻击癌细胞吼，所以好，啊，这就是互变做讲家己自就是去用这药物去去做这代志，所以咱安尼就是较不会有排斥的问题吼，无像讲伊骨髓移植啥物移植，啊，把人免疫力来去引来去帮忙消灭癌细胞，然后你家己用家己的就不会吼，啊，问题是这也是药啊，爱家己吃，啊，免疫买影响癌细胞吼，这他都有控制，啊，有一种免疫治疗爱心甲大家补充，就是讲有一种是修理家己的血吼，啊，去外口病医家己处理者。处理掉你啊，处理掉伊啊，佮佮还住入去。这种目前不是药啊，哦，这叫这是家己的外面的实验室在做的。目前这当然是各大医学中心拢有人在做，啊，目前这拢是试验哦，大家不，大家拢在做这种，大家医学中心可以规划叫做细胞治疗哦，就是家己的细胞提出来先家己哦，家己培养一下，啊，可以当抵抗癌细胞，还佮住入去。这嘛是一种免疫治疗，唔就是即咱咧讲的，唔是这，咱讲的是药啊，啊咧治疗的这种吼、哦。那主要就是啥，就是抗体啊，哦，咱的 T 细胞吼、哦，因为这原理就是安尼吼 ，T 细胞跟免疫 T 细胞本来是甲癌细胞吼，应该 T 细胞是免疫，爱去攻击癌细胞，但是唔知什么原因，伊就跟它和平共处。啊，你若用药啊去切割以后 ，T 细胞就发现讲，我边啊原则是。原来是癌细胞，是我的敌人哦。啊，我就开始攻击吼。啊，你攻击落去就开始有吼，有扩的癌症开始变小，啊，就开始有效吼。所以咱的治疗就是安尼哦，就是用药啊，和 T 细胞发现我原来边啊是癌细胞，开始来修理吼，安尼样。当然，这内底做者物件吼，那 CTLA-4 跟 PD-1 拢是两种的刺激的来源吼。啊 ，PD-1 当然较温和吼，以 PD-1 就是讲我 T 细胞伫住伫边啊，住伫癌细胞的边啊吼，啊我所以我用这药来互伊吃，哦隔清我就知影我安怎处理。CTLA-4 呢，因为伊伫免疫做上游，伊的效果吼，伊的影响着做者癌细，做者免疫细胞，像咱的淋巴结内底 T 细胞啊，是咱癌症旁边 T 细胞都有影响。所以你若用 CTLA-4 这药啊吼。伊个特色就是伊个刺激吼免疫会提升较侪，问题是伊个像咱下段讲个，做IL-2 啊，介白素啊，然后那个干扰素那个副作用比较大，但它的效果是可能比较好，因为它比较长期，也让注细改等于筛等于一世人拢免做吼。啊 PD-1 呢，因为伊伫胸周围，所以伊定定拢爱做，两三礼拜爱做一改。这大概这是注细改的噻，这要注几细人吼。所以目前看来就是讲啊，利用两个抗体吼，一个啊这两个抗体啊拢上市啊吼。目前啊台湾都会当开始哦，讲我有几港的当用这两个抗体啊，这两个药名吼，啊两个拢是必治妥哦，跟那个日本消炎药厂规划的吼，啊利用这的当恢复啊，当回免疫的开始攻击癌细胞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咱今年吼，啊，这两个人吼，其实无共团体吼，这是美国人，这日本人吼，啊，这日本人这是消炎药厂的，啊，这是必治妥药厂的吼，那、啊、结果最后算是，原来因的做的研究拢是做伫这代，所以能干脆颁发给他吼，当然是，当然公公啊，像阮有寡，阮内底吼，大学内底。有关的老师会讲，啊，这敢是媒体咧炒作哦，帮药厂咧卖药啊吼，这我唔知啦，因为我们是评审委员，我讲今年诺贝尔奖哦，刚刚求商业化，问题是公司的真正是一条科学来讲哦，这两个人开发这两个种，咱知影这种机转哦，或者这感情拢好，我想我有别人是得肺癌的吼，啊，伊是免疫治疗的患的受惠者。我是伊打开始，我叫伊参加试验。啊，伊阵试验，咱也唔知讲免疫治疗对癌症会好起来。啊，伊即马做，伊手术可以做两当，哦，两当好啊。啊，即马手术讲啊无，啊就讲安尼较合用，因为伊试验就较好行。好，又讲我做两当，啊两当以后哦就免做。啊，病人讲无要紧，
啊，无要紧，伊会定期恢复，会定期追踪。啊，讲啊，即马咧，即马讲啊，然后啊，就去互安那讲，去互讲哦，啊，直到他有癌症复发，他在终身赠送他打哦。结果病人讲，病人拜时还来问诊，拢无代志哦，即马换四单啊哦。意思讲，免疫治疗会改变讲第四期的癌症哦，换到四单拢无代志哦。这个事实当然无讲介济人是安尼啦，主要是你会知影讲有一寡病人哦，因为透过这個。诶，咱的治疗的进步吼，可以来长期化来。所以咱的标靶治疗吼，头前讲的标靶治疗就是讲，伊不管安那吼，还是做还是有挂病人是有效，问题是伊有效，然后伊做一病人打开始就有效吼，给报出来药啊吼，啊有效，问题是啊有抗药性的跑出来。所以总共一句话就是，病人长期存活的时间吼，同埋爱看问题。那免疫治疗是。可能开始时阵就有寡少数病人吼，差不多20-30%，也是讲恁两个药加起来可能30-40%。问题是做一病人若真正有效的，他伊就换一世人哦。这目前看起来原来是安尼吼，所以意思讲两个药的基转是无同的。所以这就是安尼，这是细菌的治疗，这是黑色素细胞癌治疗，就是做一人吼存活下来哦，用药的药这。十档会当话十档第四期，还是有20%个机会。有几档目前看开始，伊若有效的病人，挂五档的机会是三分之一吼。那当然这是因人而异啦吼，这当然是迄问题，不是讲80%的病人拢是安尼。所以目前看开始啊，2015年发表一个论文吼，是安尼讲讲这整体存活率吼，然后这是跟着很多的 MTO 的标靶治疗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啦，用舒莱特治疗失败以后，伊用这个药啊吼，也是讲用标靶治疗，当然这个免疫药啊是比标靶治疗效果较好吼。就是讲目前看起来是根据治疗上一下吼，伊就是用要家己开支，可能效果会较好一寡，不过是你爱该做侪吼。然后我最近个发现讲两个合并就是 CTLA-4 跟 PD-1 的两个抗体加落来比舒莱特来得好吼。这是目前是最新的发表，啊，这当然是一直讲讲免疫治疗，就是变得讲会做行，就是讲，哎，真正有挂病人啦，真正经济上是会使，还是讲伊真正无，伊真正有迄运气，还是讲伊的保险会当解出，伊会当用免疫治疗，不管是实际当然是效果无啊做足好，两个加起来佫比你的标靶治疗效果佫较好吼，这目前都是现实的，就是安尼尔，好，啊，所以说这是讲吼，就是安尼。咱会当讲诶，有两个试验，是2012、2015年，是2018年诶吼，就是用证明说讲，以 PD-1 的抗体吼，你当增加时，你活诶时间，啊，两个加这会搁上好吼，搁比你毋免等到标靶失败以后，还来用，再打开始会当比标靶搁较好吼。当然，这内底是讲，因为你是提升家己诶免疫力吼，所以免疫力诶造成啥物，就是大家拢知影，你啊长辈拢会记诶吼。伫2003年、2004年迄阵 SARS 诶代志吼，迄阵是我伫台大阵咧做住院医生吼，伫 SARS 吼，迄阵吼就是爱一个感冒吼，一个发烧以后啊，就有诶病人因为肺炎就翘起，这是安那，这东西后壁伊免疫力造成，免疫力伤悬，有寡着副作用出来吼，所以这就是安尼，免疫治疗嘛是副作用爱注意吼，啊当然无讲介侪啦吼。啊，两个副作用啊，这是标靶吼，第一串标靶，疲倦、高血压，啊，到共轨、落塞、恶心、呕吐、手压碰巴吼。啊，另外这标靶是感染皮疹这吼。啊，问题是咱即卖免疫治疗是拢提升，当然伊就像讲起个，提升相关，那家己免疫力相关的，所以造成出侪的副作用。这副作用到底有哪些呢？就是这吼，免疫造成的肺炎，免疫造成肠仔炎、肝炎、脑炎。啊，内分泌，还是讲药剂无功能无好，还是讲皮肤会出现皮疹，这代志拢我拢，好些我拢拄过吼。因为阮是做者白人，伫临床试验咧用的时候，阮拢去处理着吼。啊，这处理着，当然这拢看起来拢无安怎。啊，当然你若较紧早处理，医生较老的较紧处理，这个代志拢无代志吼。我有一个白人是，我有一个白人是肺炎吼。啊，因为因哥哥是医生，啊，伊就讲伊要注意化疗，即去人说化疗加免疫做一做，结果做是几届以后吼，伊就惊都未惊。好，啊，我想讲是奇怪病，电工看来伊个好癌症拢有较好，
迄个咧调查起来吼，连迄骨髓啊，连骨髓拢来抽开化验，迄个是啥？免疫伤强吼，造成迄内底吼，内底迄像脑膜炎共款，结果伊也无发烧啊，所以你着较紧用去用来停药啊，啊，搁用类固醇去做治疗。当然，这是少数的病发生的吼，总是还是出些副作用，还是爱大家爱了解吼。你是讲你开始病好啊，结果有些病也未好，从副作用出来，啊，医生也通处理，不会出麻烦吼。所以你看就知影讲吼，这副作用跟做些拢该写伫遮吼。因为做因为免疫造成副作用，其实做无，就是规身躯拢有可能有吼，像有些白掉吼，啊嘛有可能是红吼，啊嘛有可能细胞会打扫吼，啊是讲会漏散。还是讲，哦，是讲嘴巴会破吼，还是讲走路会无向，走路会麻，还是安那，这都做侪。当然，这是规身躯拢有，所以变做讲是，爱家己，爱医生爱了解，别人嘛爱帮忙讲，你有啥物不爽快，你来记得甲医生讲，你医生来甲你找讲，啊，是这个原因安尼。所以意思讲讲，咱较早发现吼，现在可以解决，还有处理它的副作用吼。当然，这目前就是讲，安怎治疗拢会使，就是用类固醇。啊，第二是唔通住。啊，类固醇这用少，用一段时间尔，差不多一两个月就停起吼，是用长期的吼。所以大家放心，就是讲，拄着还用，啊，无拄着就无人用。啊，问题是，伊还是有一寡副作用，是大家无咧，大家医生吼，拢爱去甲伊讲的，讲啊，这免疫治疗爱家己爱了解吼。当然，所以意思讲讲，啊，最后一张就是一张吼。伊需要做者，伊先去照顾这个病人吼。凡是伊也知影有泌尿科医生啊，泌尿科医生开这药啊，伊也有内科医生配合，因为内科医生也常常去拄着这个处理吼。啊，鼻咽科、耳科还是做这科吼，也是讲家长啥问题，啊，来内分泌科、胃肠科做大肠镜，也是讲有肠仔发炎、拉屎，拢需要做者医生去甲针对这个病人去做处理。啊，做我相信是做者大型病院，以及医学中心吼，拢会当做这代志。就做者医学中心医师吼，拢会甲你讲讲，你若要做免疫治疗吼，就是大间甲你看吼，啊，毋通因为做者做诶，你毋知影呐吼，所以说就爱看有一寡有经验诶病，有经验诶医生，啊有病，啊有大间病院吼，啊你会去处理，会当做者医生拢来照顾，所以你会人讲讲要开这钱，哦用这药啊，刷副作用是对你都袂，啊别人嘛别人感觉哇开支少税收吼，啊这毋好。当然总共一句话是啊有几感吼。目前看起来就是出者药啊，第四期拢毋通讲放弃，啊标靶吼，这根本有出，啊其他药啊呢，当然是爱看看你经济需要，看你病情需要，还来决定安怎处理。好，以上是我的报告，多谢。台湾风尘泌尿学会关心您。